走啊。你怎么来了？不是说不用来了吗？我作为你男朋友当然要过来看你了。不严重，只是低烧而已。那我要测测才知道了。你干嘛突然亲我？用嘴温测你体温啊，确实挺高的。测体温哪有你这样测的？我就想亲你而已。都怪你，我温度更高。你不去公司真的没事吗？哎呀，你今天一生病的人就不要管我了。是啊，区区感冒而已，但还是会传染。喂，你在家呢就不要戴口罩了。今天呢你就好好休息，我来照顾你。不是，是感冒让我鼻炎又犯了，家里又养了猫，他的猫毛搞得我一直狂打喷嚏，戴着口罩我会舒服一点。我现在都不敢靠近他，你没听见吗？他一直在抗议，你帮我照顾他，这是对我最大的照顾了。没问题。但是呢，今天你也要收留我在这里住。啊？他叫什么呀？他叫乖乖。乖乖。嗯。乖乖。我们家只有这一个房间。你要睡哪？乖乖睡哪？我睡哪？啊！臭死了！没想到乖乖他还挺粘人的。我才没想到呢，负责医你居然是专业的铲屎官呀！说明呢，你对我还不够了解。啊，对了。你今天是不是约了带乖乖去打疫苗？忘了吧？对啊。没事，等一下我带了去。去之前呢，我先帮你做个饭。没事，我点外卖就可以了。你就相信我好吧？走了，听话，快去休息，休息。现在厨房呢就属于我了，你就听话，好好休息，进去睡觉，听没？啊。听话啊。啊啊。睡觉哦。贼他做饭，好香啊！来，你的小米粥。这些都是你做的，不然呢？怎么样？没想到啊，你居然还会做饭。乖乖呢？他吃了吗？他吃了。这鸡下锅之前呢，我撕了一个鸡胸给他，他先吃了，开心了。给你点个赞。快点吃吧。嗯。你看着我干嘛？我就喜欢看着你吃饭。我很好奇啊，你在做饭给别人吃的时候，是做饭的时候开心，还是看着别人吃饭开心？我想让你病快点好，这样我才会开心。我等一下。要带乖乖出去打疫苗。你家有备用药是吗？给我一盒吧。没事啊，你等下回来的时候我开门给你。怎么了？我说的不对吗？不是，你把钥匙给我之后